因为厝内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即时咱要搁一届，奉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神的名，三甲组织来开始今仔日的敬拜，请安静心。宣召诗篇六十二篇第一节到第二节，我的心静静，全部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棺材，我起大摇动。这是咱用诗歌来俄罗上帝。自己。
就是那么三甘阿头来祈祷，慈悲听堂，阮伫天顶大观念一拜，阮感谢你，伫这段时间的带领甲保守，伫阮当日的需要，你照你的旨意饱满伫阮，互阮真正感受到，阮毋是孤单一人。因为主，你永远甲阮伫地，你要做王，直到永远。阮确信耶和华要赏赐快乐，予伊的百姓。耶和华要用平安赐福伊的百姓。阮也知你是阮的拯救，要照你的公义来拯救阮。予阮无陷伫忧伤患难的中间，阮恳求你阿耳孔听阮，紧紧来救阮，做阮坚固的石盘，做拯救阮的卫所。因为你是阮的山岩，阮的山寨，阮将灵魂交伫你的手。因为阮确信耶和华真实的上帝，你有救赎阮。伫这个混乱的世代，求你也用你的话语，成做阮的帮衬，开阮心内的目睭，予阮有新的眼光，照主你所驾驶之意来看这个世间。虽然坐坐，阮所无爱看见的灾害、人祸、坐坐的迫害、无平等，总是主，你有你的旨意。用人看是歹，总是你的旨意是水。予阮搁一摆谦卑伫你的面前，领受你所为阮备办。一切水的稳定，也求你阿耳孔听阮的祈祷，将祝福临到伫阮的中间，予阮今仔属伫你的名下，结连做一伙，同心应承你的圣名。伫阮所徛起水的土地，也就是你赏赐阮的迦南地，阮要珍惜，阮要学习。怎样照主你的教示来治理？但阮也为着十一月要来美国的大选，祝你照你的旨意竞选，有智慧、有聪明，照主你的教示来行的人，来治理这个土地，
这土地原是属于你，要归因根在你，不是照人，不是照私欲，不是照自己的意思来统治，来行外传，是因为主，你就在我们的中间亲自作王。我恳求你掌管在这次每一个所在的选举，让我们再一次当心来应跟你的性命无煞，也让我们每一日的日子中间看见主，你怎样让这个国家哪来哪强，哪来哪大，是主你所祝福的土地。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导师，我们所站起我们的故乡台湾，恳求你用你的公义，用你的疼痛，祝福这块导师，让站起在顶面每一个百姓，在主你的掌管，也愿主你听我的祈祷，祝福在我的中间。在 TPC 联合的礼拜，我们坐坐同工在那三体来服侍主，服侍我们的亲人朋友会友，是照主你所教示我们的。我们也献上感谢在你的面前，虽然疫情就在我们的身躯边，总是你隔离我们和病毒中间，让病毒无法度侵犯，让我们真正照主你所祝福，你的油抹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隔离所有一切外来的病痛和患难。但我知我们既然向你呼求，你就要应允。我们国家会记得你所教示我们的祈祷是这样说，我们在天里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在这，在地上亲像在天上，我们一世今天就给我们赦免我们的过犯，亲像我们也赦免过犯我们的人，不得出我们入的去，就叫我们脱离那个歹的，因为国、官员、员工都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这时我们三个来启用，今天这启用是在启用文第五篇诗篇十九篇。启用诗篇十九，这天讲起上帝的荣光，用枪不用一手所做的，这日对那日发出言语，这名对那名传出地形，无言无语，伊的声音无通听见，伊的尊情遍伫天下，伊的言语到伫地极，上帝伫伊的中间为着一头安伫帐房，日头亲像新惊晒出伊的房，也亲像敏锐的人欢喜行伊的路，伊为天的这边出，是到天的那边，无得一项物看吧，无得到伊的热气，也花的突发胶转，伊予人的心情化起来，也花的干净确实，会予怣人有智慧，也花的驾驶正直，会予人的心欢喜，也花的命令清洁，会予人的目睭光明。敬畏耶和华道理是清气，永远存在。耶和华的判断真实，一概是公义。比金比姐姐好金，搁较羡慕。比蜜比芳芳，地道来的蜜较甜。各地的萝卜对遮受警戒，受遮有大相思，实际会知伊的失措啊。求你拄起我暗静的过失，求你阻止你的萝卜无故意犯罪，不准遐个罪恶管辖我，我就完全免犯大罪。要花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愿我的口所讲的、心所想的，伊在面前得到接纳。Thank you.
这是咱们三甲来共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列王记下》卷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列王记下》卷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先知的学生答伊利亚讲：“看，阮甲你所住的所在。”神话求你准阮去约旦，达人对遐取一支茶料，予阮伫遐起一间通徛。伊讲恁通去啊。有一个讲，伯得推求你甲罗伯去。因讲我要去。对安尼就甲因去，因到约旦。就错查，有一个错手的时，波头把卡拉伫水里，伊就叫讲：“惨啊，我的主啊，这个波头是石的。”上帝罗伯讲：“卡拉伫哪？伫倒落？”伊就报伊看迄所在，伊就错一支茶，迄伫遐。波头肉就浮起来，伊讲举起来，迄人就伸手举起来。这是上帝的话，
因为主来请你姊妹大家平安，咱搁一届伫神的主日，伫圣经的中间，咱要来敲锤上帝的真理。今日我要用的王记下卷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甲主的结连的性命来甲大家三个分享。啊，要开始大声，咱先三个阿头来祈祷。主必听堂的爸，阮感谢你，当阮陷落伫人生的旷野的时，阮四处看，找，拢无找到家己爱行的道路。阮失迷，阮忧伤，总是主，你家己显明，你家己伫阮人生的中间，你正做阮的帮助，你正做阮的方向，互阮真正看见阮所插的标，也愿意来抛掷。但愿你甲阮三个弟弟改变阮的性命，互阮真正学习主你的款式，安尼祈祷无煞是奉主的性命来恳求，阿门。伫今仔日，我要用列王记下卷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一个故事来甲大家三百做一个开始。这个故事是先知伊丽莎所行的一个神迹。先知伊丽莎是甚物人？检采咱咧读圣经的时候，较少读到伊的记载甲故事。总是伫咱的理解的中间，咱知影伊是先知伊丽莎的学生，伊所有一切做先知的事，拢记载伫列王记下卷。当这个学生伊丽莎带着伊的先生伊丽莎咧传讲上帝的信息，甲先知的工作的时，伊看见伊先生所做对上帝所来的馈赠，大大伫伊丽莎的身上来显明，所以伊就不假心神伊丽莎有这种款的恩赐。当伊丽莎准备要和上帝接去天顶的时，这位先生，这个先生伊丽莎问伊的学生伊丽莎讲：“你要治什么？”伊讲：“我无法度给你什么。”总是伊丽莎答讲：“求你将感动你的心，给我两分。求你将感动你的心，给我两分。”所以学先生伊丽莎就讲：“当我从接去，你若看见亲目睭看见的时，你就要得到这个恩赐。”果然，上帝派火车火马接伊丽莎去天顶的时，伊丽莎将伊的衫掸伫涂骹，留予伊的学生伊丽莎。伊丽莎然后捡起先生伊丽莎的衫，马上就行坐坐的神迹。第一个神迹，当伊摕着这个衫，伊要过约旦河的时，伊将伊丽莎的衫拍伫水面，水就分作两边，伊会通啊过去约旦河的对岸。然后伫伊丽莎的一生的中间，也行坐坐的神迹，除了有帮站寡妇甲伊的囝子以外，和一个丧失性命的以色列即个胡军人的囝，人啊因为伊来得着活，然后甚至阿兰王的将军乃曼将军，规身躯着疮也来找伊，伊叫伊去约旦河泡约旦河的水，然后伊伫遐也得着医治。今日咱所要讲的这个故事，也是其中一个伊丽莎所行的神迹。当学生开始要传道理，伊为着伊丽莎要起一间大间的学校来培养这阵的先知。总是当因去彻查的时，无拍算彻查，把波头肉落到水的内面。照咱来想，照人的智慧来看，当你这个波头肉就是斧头的这个铁的部分，若是加入伫水的中间，检采
咱会讲无可能阁找会到，因为真实诶物件落落水，一定是沉落即个，无论是溪，无论是河，无论是湖诶底，要找真正歹找，当时也无真好诶藏水诶遮个工具，所以你讲要找到即个波头肉，实在是有伊诶困难。总是伫即个记载诶中间，伊讲伊利亚、伊利沙捡到一支茶，迄伫水面上，迄伫水面上诶结果，竟然是迄块葡萄肉浮起来伫水面上，这是真正咱讲超自然诶现象，咱无法度所理解，因为安尼。因阁捡倒来一支葡萄肉，倒伫葡萄饼的顶面继续来炒茶。你讲这是超自然的现象也好，也是你认为这是有什么款的方式，想要用人的科学、人的智慧来理解也好，总是伫当时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只有应验一句。就是伫路加福音十八章二七节，路加所写的就是主耶稣伫传福音的时讲，伫人所未话的，伫神万事拢话。人常常用家己的智慧、聪明、咱科学的精神理解，要来理解上帝。总是上帝常常有。这些超越人所想未到的代志，发生伫咱的中间，是人的智慧无够，也是这是上帝的行罪，也是神迹。老实讲，上帝的神迹，人实在未会理解。人受到科学。受到咱有限的聪明的限制，咱无法度完全去理解上帝所行所做。这也就是为什么伫今仔日的社会，你讲有神迹发生无？我要讲有，只要上帝愿意，咱就会看见神迹。今仔日，咱透过这个故事，咱要来思考一个问题。当你开始要为上帝做工，当你有这个心意，要亲像伊丽莎的学生讲，咱来破查，来去做一间学校来训练，也是来做上帝的工事。刚才你手中的这个工具，唔是你所想象的安尼，也是伫你人生的计划中间，你亲像一支波头一样，当你想要用着上帝所赏赐予你的恩赐来做工的事，检采你的波头肉煞落去。什么是你的波头肉？兼唔是咱的上帝，咱的主耶稣基督吗？你是迄支波头饼，那无波头肉。咱决断无法度做任何的事。有时你在波头肉加了伫迄个唔知影的所在，总是上帝要予咱搁一届，予咱的波头肉甲咱的波头饼通啊三结合来予伊的工显明伫咱的心中。这就是搁一届，咱要来思考。怎样让你加入去的波头肉回来在你的心中，让你成做一支完整的波头来给上帝用。所以今天要怎样将你所加入的主找到回来，让咱跟主有一个结连的生命来做主的工。但有三项功课，咱要三个来学习。第一项功课就是，当你甲你的波头肉相结合的时，就是咱应该打开咱家己
新的眼光的事。所以第一个功课就是，当你在敲锤你的波头吧，你锤到了后，你甲咱的主三结连的事，咱已经唔是迄支病，病无法度错查，只有波头通啊来错查。你要靠着迄个波头吧来完成你的工作，亲像伫咱的生命中间。你要予基督伫咱的身上，予咱真正来做咱应该做的工。这个工唔是你通啊家己完成，唔是我通啊做。就算我读甲学历真高，经历真满，济济的财物知识伫我的身上，那是无上帝伫咱的中间，我相信咱无法度来完成。总是当这个波头肉甲波头病三结连的时，咱是用波头病来做工，还是波头肉来做工？咱是用波头肉，亲像你我，当上帝在咱的生命中间，你要用咱人的眼光来看代志，来判断代志，也是用上帝的眼光。这就是咱今仔日所要学习第一项的功课，拍开你的心眼光。伫两礼拜前，我捌甲一个姊妹三个食饭，伊伫食饭的中间，爱我替伊祈祷。当我知为虾米伊爱我替伊祈祷的代志的时，我较知影。原来伊伫一个月月前，予医生判断得到大肠癌第四期，已经痰甲肝有三粒。总是虽然伫当时医生才宣布伊得到大肠癌第四期的时，伊规个人拢硬气，身上失落伫旷野的中间，总是。伊有真在真好的信仰，虽然有挣扎，虽然失败伫伊的旷野，总是伊真紧就回头，转来搁一届看，为什么上帝要予我拄着即落款的试炼？伊的试炼哪亲像旷野，伊无法度来。知影头前的路要安怎行，伊甚至心内软弱、肉体软弱，第四期伊连开刀的机会都无，只有照着医生的吩咐来做化疗。总是伫两礼拜以后，伊知影，伊确信上帝要伫伊心中行奇妙的工。伊一心就开，伊讲上帝啊，你予我得到这个病，我知你要拯救我。对伫伊的言谈的中间，我听见伊的信心，我感受到伊抓着主，就是伊同老爸唯一的依靠。伊讲主啊，你唔那要医治我，你也要拯救。我的全家，伊的爸爸妈妈、兄弟姊妹，拢阿未死咧。总是伫这个开始咧治疗的过程中间，伊看见伊的妈妈心愈来愈柔软，伊看见伊的爸爸虽然无常常甲伊伫咧，对虽然常常对伊家暴、家暴，总是为着伊的患病，因动心。来到伊面前，安慰伊，疼痛伊，予伊感受到伊一世人所无法度感受到的疼。伊知上帝咧做工，上帝唔但要医治伊的病，也要拯救伊的全家。到伫阮食饭的迄天，伊讲我阁无几天，我阁要接受第二届的化疗。总是我知，我是有愿望的。我前哪行伫旷野，
总是伫旷野诶中间，上帝互我看见恩望。搁一摆互我思考，若是要用人诶方法来看即件事，咱会想讲第四期，尤其搁摊到赶去，检查你诶日子无久啦。总是对着伊真正抓牢伫上帝应允伫伊诶心上，伊知上帝要透过伊行奇妙诶事。伊用上帝诶眼光咧看即个治疗诶时，伊只有献上满心诶感谢。伊讲这是无可能中间诶可能。人常常伫旷野诶中间，对我也捌。陷落伫旷野诶失落诶中间，总是当咱搁一届来思考，你我伫旷野诶中间所要学习诶功课诶事，上帝毋是互你伫旷野中间自生自灭、自生自灭，总是互咱经历过旷野，是要互咱学习怎样谦卑伫伊诶面前，顺服伫伊。会引出信靠伊，予咱行过一个人生的旷野，亲像使徒彼得伫伊所写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十三节的中间，伊安尼讲，伊讲所听的兄弟啊，伫恁中间所有亲像火的试炼，毋通奇怪伊。迄亲像拄着非常诶事，独独着因为有份伫基督诶艰苦来欢喜，互恁也伫伊阳光显现诶时欢喜快乐。是啦，伫困难、试炼、痛苦诶中间，你敢有掠上帝诶眼光，就是伊阳光显现诶时欢喜快乐？检测咱做未到。因为这些的事，咱已经真累积，总是伫这累积的中间，上帝的心甲咱三个弟弟，咱也立志要甲主三结连，所以咱就学习伊的眼光，就是伫艰苦的中间，有缘欢喜快乐。第二项功课，咱要学习的，毋是原地踏步。翻倒转来，咱是不断向上帝为咱所插的标来走。咱要搁一届恢复甲上帝的关系，要怎样恢复？其实恢复甲上帝的关系，会使用济咱所学习过英文单字来做一个功课来学习，就是咱理解伫英文的中间，你若有一个。re， 咱就有一个真无同款的，才会看见。所以，当你要恢复甲上帝的关系的时，咱是要经历真多一系列 re 的过程。亲像，当你行迷路，你一定爱 return。总是咱有时行迷路，咱知影回头转来。就是一个新的开始。然后，咱就爱 refresh， 因为过去咱无用伫家己的事业，无用伫家己所得意的事，咱已经心真疲劳。当咱回头了后，咱就必须爱 refresh， 就是让咱的心灵得到苏醒。让咱的灵魂搁一届静音，然后咱爱想着就是 readjust， 对伫过去咱的失败，过去咱所无爱，咱所陷落，咱搁一届调整自我，要来下伫上帝的中道，下伫上帝的道理的中间，所以咱必须爱调整咱家己 readjust。当咱 readjust 了后，咱来知影，咱一生必须爱注心伫耶稣 refocus 伫耶稣的心上，
毋是咱家己，也是咱所住、咱所伫伊个厝顶面。反倒转来是伫耶稣个身上。然后，咱就爱 restore， 恢复起初个创造心智。这是上帝想赐予咱上水上好个礼物。提到咱通个 restore， 咱就知影要怎样 reform。当咱知影怎样 reform， 予咱家己个心意更新来变化的时，咱才有法度明白上帝纯全善良的旨意。这个时阵，咱只有 rededicate， 伫上帝甲耶稣的面前重新立志，讲我要活出基督的款式。当你若愿意照这个步骤来行，让你自己真正换心，做一个新的人，恢复跟上帝关系的时，你就会深深感受到在那个上帝的道路里面所要领受对天顶来的那种祝福，只有所领受到的才会祝福在上帝的中间。所以在加勒太书保罗先生这样勉励加勒太的教会，他说过去他所做的一切但已经都过去了，他旧的我已经甲基督同定十字架。他说我要顾的我不是由原我，他已经将他的老我交给上帝，但就是基督点在我的我，基督重新甲你三结连，互你的性命活出基督的盼望，这是保罗一直在追求的。第三项事，你唔呐，拍开你家己的心眼，讲恢复甲主的关系。上重要的是，当你有甲主建立一个新佮水的关系时，你必须爱用你的性命去影响别人，去影响你周围的人。有人在讲幽默甲讲笑话有啥物无同款，幽默甲讲笑话有啥物无同款。你有当下感觉讲啊，你足幽默，你讲的笑话足好笑的。总是我要伫遮同大家讲。讲笑话、讲笑话，是当你讲一篇故事，也是讲一个代志，也是做一个动作，会哄笑无唔对，总是人笑了就袂记哩你讲啥物，也是笑笑了了就无代志，人袂去想讲你有啥物意义，总是真正会幽默。有一个诗人安尼讲，伊讲。真正的幽默是借着用讲话、动作、表演来引起人情绪的反应。有时笑，有时哭，有时微微啊笑，总是伫遮的笑、哭、情绪反应了后，伊所做的一切的事。总是会引带人去思考面对济济人所拄到的问题甲意义，这就是真正的幽默。你的幽默可能让人笑，总是你的幽默有时也让人进入真深的反省。伫遮，我要用一个咱大家检测拢熟悉的一个演员，叫做Charlie Chaplin， 咱就翻作卓别林，来跟大家三甲分享伊的故事。伊出世的家庭，父母真早就离婚，伊必须爱对着伊的妈妈去到戏团内底底下来斗三甲。总是伊伫十几岁，伊就开始伊一个演员的生涯。伊用济济时间去找找家己的角色，
总是到第六位。伊伫二十通会的时阵，和一个美国的电影公司发起，来邀请伊来主演电影。伊讲我要予人留落真深的印象，所以伊当时电影拢是无声的，伊就只有专注伫伊家己的肉体、迄个形体的表现，来传达出伊所要表演出来的角色。伊过去的经验提高伊，予伊家己为家己设立的一个角色，就是伊常常穿着一件真红、真细领、真红、规身躯白条的个西装，然后穿着一件真阔、真阔的裤，佮一双真大双、比人较大两倍的鞋啊，也着一支杆啊，行路起来亲像英国的绅士同款，戴着一顶圆圆的帽啊，冠冠的帽啊。然后留着一撇嘴手伫鼻仔遮，这是大家对伊真死板固定的一个印象。这是伊的印象伫咱的生命中间。常常伊用这个印象来表现，予咱看见伊就笑出来，看见伊的动作表现就笑出来，总是伫伊所演的剧的中间。常常反映出当时社会的需要和欠缺。伊捌安尼对伊的观众讲：“伊讲世界亲像一个真大的马戏团。当你面对马戏团的时阵，伊予你真兴奋，总是伊予我真惊吓，因为我知影当散场了后。”永远拢是有限的温暖，甲无限的心酸啊！当你咧看戏的时阵，你兼在拍鼓啊，你兼在笑甲真大声，你看起人的表现，真正是啊，真趣味，动作真奇怪，你笑甲大声真大声，总是表演了后，真正人生的反应是予你感觉哪会安尼？特别伫伊有一出伊家己拍的片，叫做《城市之光》。《城市之光》这出电影的故事，就是用伊做主。伊是一个穿着敢若英国绅士的一个宋乡的人的乞丐，总是伊看见一个卖花青梅的真水的姑娘，然后。伊就用尽伊一切的办法，想要来帮助伊倾这个医药费，要来医治这个小姐的目睭。伊用尽所有的办法，总是拢无法度，因为伊家己，伊宋乡无钱无能力，虽然清差亲像新书，总是伊能力无够。伫这个电影的中间，伊所要表明的就是。是咱拢亲像伫即个社会中间的小人物，咱所行所做一切，有时咱的能力、咱的气力无够，咱想要表现咱家己的疼心、甲温暖，来帮助一个青梅卖花的查某囡仔，总是咱家己的气力、能力无够伫迄个程度，咱无法度真正。实质的帮助着伊，总是伫这个社会中间有济济好嘢人，因却自私自利，因有钱有势有权，总是因干那顾着家己，无要帮助这个社会困苦的边缘人。就是电影可以得到真大的欢迎，大家对伊所演的电影也真。记掉在心，予人真正透过伊所演的剧来思考当时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贫富中间的距离。真正幽默的人，伊是予咱笑、予咱哭了后，
阁会去思考咱所面对的问题，毋是干那笑笑的都袂记哩。伊将伊用伊的性命来去影响着别人，亲像咱的主耶稣基督一样。主耶稣基督虽然传福音三年半的时间无算长，总是伊用伊家己伊的性命做上好的榜样，将伊所教示的留落伫这个世间。当有时咱看见圣经中间的记载，特别约翰福音十七章的中间，第一，伫主耶稣基督还未上十字架之前，伊为着伊要甲学生分离来祈祷，伊知影伊要甲学生分离，总是伊犹原伫伊伫伊的学生会使合作一体。亲像伊早时的学生讲，我要甲恁三甲弟弟一样，伊伫遐安尼讲，记载伫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伊讲我毋呐为着遮个人求，也要为着因的话来信我的人求，求你予因拢做一个。伊在上帝安尼祈祷讲，求你予遮个人甲因为。这些话所传讲来信我的人，求你予因成做一体。当伊安尼咧做祈祷的时，伊知影伊要离开伊的学生。总是伊的学生听见的是，主要甲咱弟弟，咱应该欢喜三甲做阵，无拍算。主耶稣讲这话了，就予人掠，鞭拍来定死的是一个离开因。对的学生来讲，主耶稣基督以自己用他的性命来显明上帝的真理的事，他对学生说， 你要跟我们三个弟弟，总是为什么你要定时一个来死，让学生实在无法度理解。总是在这个书的中间，学生用人的想法说，你定的是一个死就已经死了，怎样你要应允甲阮三甲合作一体？主要说伫遮，搁一届证明，虽然方定的是假定，总是伊三日后搁活，甲学生三见面，甚至见证伊家己是定死的迄个耶稣，是因的主，是因的先生，因为伊。用伊一世人要来回应伊当时对学生所讲的话，就是伫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八节，答学生讲：“我无要放恁做无爸的囝，我来就近恁。”学生想讲先生死啊，永远袂阁甲因弟弟，已经打破伊家己的承诺，总是主要说伫遮三日后阁活。在他们的中间站起的是，他真正用他自己的性命来回应当时他对学生所说的话，就是我无要放恁做无爸的子，耶稣用他的性命来影响别人，也教是咱用咱爱咱用咱的性命来去影响别人。检查你的心，我的性命到底要做什么？在今天，你我成做一个属主的儿子，你的性命有和主蒙着无？你有甲主三结连无？若是有，若是你搁咧憔悴，我相信今天的三个功课会使予咱做一个真好的学习，也予咱。亲像保罗先生伫罗马书教示罗马教会的遮个信徒讲，爱咱转化咱家己，互咱先甲主三结连，然后咱有一个无共款的性命来行这条人生的道路。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保罗先生安尼讲：
目的甲即世间相反，就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转的旨意。毋忘咱的性命甲主相结连，咱的性命有主伫咱的内面，但活着毋是由原我，是上帝伫咱的内面活着，咱就会用咱新的眼光来了解、明白上帝善良、顺转的旨意。毋忘咱互相勉励，三个阿头来祈祷。主啊，当我的无阁是我，是主你伫我伫我内面活的，更新变换阮的眼光，来敲锤主你水的旨意。这些事阮未理解，阮陷落伫旷野的，求你予阮精英，阁一届倒来伫主你的面前，予阮敲锤主你顺转的旨意，照主你所驾驶。将阮家己的性命献伫主，来影响济济人，将福音传伫因的中间，愿你坚固阮的心。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们三个来共读本章的经句。本章的经句记载伫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咱们三个来读两遍。目的甲即世间相款，着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顺良、通欢喜、顺转的旨意。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目的甲即世间相款，着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转的旨意。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接下来，咱要三甲来报告甲消息。第一项，后礼拜主日就是十月初四，十月第一的主日是世界共同圣餐主日。照往年的惯例，教会的节期，咱要伫后礼拜三甲来收圣餐。伫遮 TBC 建教会。牧者也邀请每一位属主的儿女三甲来参与后礼拜的 TBC 联合礼拜。除了有邀请现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副会长施信德牧师来正道以外，也要三甲来共修圣餐，请遐者别烦心。后礼拜咱教会下礼拜也要暂停一次，要加 TBC 三甲 Join Service， 所以请遐者特别注意。第二项就是今仔日伫礼拜刷了后，随时有 TBC 的网络圣经主日学。伫11:15开始，有特别邀请阿伯兰教会社信中牧师来分享圣经三宝。第一讲，橄榄树甲果子，橄榄树甲果子，欢迎咱伫礼拜刷了后，随时转台来收看一个真有一个圣经意义的一个圣经主题。第三项就是过来下礼拜二9月29因按8点的特别食堂，这个本周要特别邀请柯信敬牧师来分享这个题目：圣经的世界观，如何面对一个无确定的世代？如何面对一个无确定的世代？请咱伫拜二晚暗8点准时来收听柯信敬牧师甲咱分享水的信息。第四项，有关就是拜四三姆老师的信息时间伫早起11点。过来下礼拜是十月的第一日，十月初一。伟志老师要跟咱三个分享一个真信息的时间，所以请大家用轻松的心情来收听。
啊，咱真欢喜，也恭喜啊，本会周地菜啊，雪珍姐的查某囝啊，有生一个后生，叫做 Emory 啊，真欢喜听到伫这个疫情的中间，有缘有这么水、这么好的消息，也愿上帝赐福祝福伫伊的家族。啊，国过来大多数项，请特别为着11月份美国大选来祈祷。求主竞选照上帝旨意，治理这个国家的领导者，也祝福在咱站起的这块土地和这个国家。第二项特别为着 COVID-19 的疫情，会使停止扩散来得到控制，啊，来祈祷，也恳求遐的确诊的患者，通啊紧紧得到上帝的医治。奉献的名词啊，咱家己来看啊，好，愿上帝亲自祝福伫每一位，第一第一的圣工，咱的兄弟。煞尾，咱要念圣诗466首，天顶大开恩典的门。受属天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你我三合一的，互你我有更新的生命，跑走上帝的道路，认捌伊善良纯全的旨意。对这条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
今仔日咱个礼拜到遮，愿上帝赏赐咱有一个全新个礼拜，每一日领受上帝无限个恩典。阿门。